麻辣田螺，再烫个。还不错。这买回家用清水还养了两天。用这个人会辣酱做的，这种是两斤装的啊，麻辣口味。好多，它里边好多籽，小的那个田螺。上网查了一下，其实它这个里边的籽也可以吃，但是我不是很喜欢这种口感，有的人很喜欢吃这个下面的籽。吃还是挺好吃的，好多籽了，现在
拇指生煎。我妈给我做的，她又煎了一下出锅以后，放了三个鸡蛋里边还。不蘸料都可香了。我这个就是一包的量，好好吃啊，对，拿一个嘛，老香了。吃的时候试一下，出锅之前加点鸡蛋，好特别香，葱花和鸡蛋。刚好啊，对啊，超级迷你袖珍。